我朋友帮我拍张，我觉得腿拍蛮长的，但没有修过，确实是拍出来的，是拍出来，不是拉长的那一种。Hello， 各位 iStyle 的读者，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欢迎来到熊妹的波澜灿景高级珠宝展。什么都不会，基本上去度假，可能唯一的就是会戴项链吧，就不会拿掉的那一种戴的项链，然后像戒指啊、手表啊、耳环这些的，我可能都不会戴吧，大件的东西都不会。我觉得可以变成一个，比如说是像衬衫裙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扣子打开大一点的，然后配上这个，然后因为那裙子感觉会比较休闲，然后配上这个珠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突兀，因为一定是要把它是放在可以敞开的空间里面，而不是说我比较不会喜欢把我的项链是盖在衣服上面的。我真的还蛮想去海岛国家的，就是选一个地方，然后找一个饭店，舒服的饭店，然后可以待在里面，然后每天就是泡水、晒太阳、吃东西。我没有去，都是你们去的。他不叫小海豚。我觉得他如果来，他因为指着那皇冠说我要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已经蛮多顶公主的皇冠，当然是塑胶的啦。就他很喜欢 Disney 的公主，所以他就是有各种的公主的那个 cosplay 那衣服，然后每一个都有皇冠。那这个熊妹的皇冠那么知名，然后又这么的灿烂夺目，我想他一定会指着皇冠。然后这一次真的也是蛮难得有机会可以就是一家人到就是到垦丁去度假，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平常我游泳也都是穿比基尼，所以我也不觉得特别的怎么样。我朋友帮我拍张，我觉得腿拍得蛮长的，但没有修过，确实是拍出来的，是拍出来，不是拉长的那一种。那个比基尼的照片吗？来华哥。哦，我们两个哦，没有，我就觉得那张就是整个光啊，然后整个状态就拍的都还蛮好看的，就想说那么好看的照片，那就 po 一下好了。所以深 V 对你来讲，其实为如果凸显珠宝或是造型的话，其实没有障碍。对，因为其实我刚刚我们那时候在试穿这衣服的时候，没有珠宝会觉得它很空，然后因为我也不太习惯胸前露出这么大一片这么深。嗯，可是戴上珠宝之后呢，你就不会去看到我胸前的这一片肤色，你反而就是这一片肤色，你反而就是凸显这个珠宝的颜色。